大家好，今天小猪佩奇要来超市买食玩了。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食玩呢？来看一下这是什么。原来这是面包超人的巧克力豆，看起来很美味呢。哎，这里还有复活节头像的巧克力饼干，这里面会是哪一个有趣的头像呢？这里还有卖奇趣蛋的，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？又来结账了，把买到的东西扫描一下。扫描完了，又来给钱了。买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赶紧回家和大家一起分享。小猪佩奇回到家里，汪汪队的阿奇和天天正好来家里做客。哇，买到了这么多好吃的，赶紧拆开来看一下。先来拆这个复活节头像的巧克力饼干，出现了，是一张生气的脸呢，背后是一个搞笑的骷髅头。这次抽到的脸好有趣啊，小猪乔治忍不住要来吃巧克力了。哦，他吃了大大的一口，佩奇也忍不住想要吃巧克力了，他也吃了大大的一口。阿奇和天天吃掉了剩下的巧克力部分。嗯，好好吃的巧克力啊，里面有脆脆的饼干。阿奇说好像还有面包超人的巧克力豆呢，让我们拆开来看一下。把这个拉手的地方拉起来，然后巧克力豆就可以从洞口里面掉出来了。佩奇和天天要来吃巧克力豆了。嗯，里面的夹心好好吃啊。乔治和阿奇把剩下的巧克力豆都吃完了，这里还有一个绿色的奇趣蛋，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？出现了，原来是小豆面包超人，他身上好像穿着司机的服装，这是一个巴士司机。吃饱的阿奇想要来表演他的技能，按下他胸口的盾牌，阿奇的工具箱就会弹出来了。天天的工具箱是一对滑翔的翅膀，佩奇说他好想飞到天上去。天天带着佩奇慢慢的飞了起来。阿奇也载着乔治开心的玩耍去了。